偶像组的考卫赛，有请我们的魏明哲、吴美玲，宝座候选人在等你，欢迎，来来来。美人姐唱新歌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彰化二林的蔡德妮。大家好，我是 V 零吴美玲。换个立场，心情应该不一样。上次这个德妮是在后面被人家挑的，被挑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今天要挑人哦。这次就兴奋也紧张。OK， 不管你们挑谁啦，是先告诉我们你们要唱什么，好不好？我带来雅文老师的新歌《魂喜英雄惊喜大》。这首歌我要特别讲，这首歌实在有够难，转音一大堆，而且呢假音也有，共鸣点也换来换去，让我非常的那个。哎呦，现在是在抱怨雅文老师？没有，我非常喜欢雅文老师的新专辑。之前跟东林见面的时候啊，我们两个就在私底下，手机拿出来，雅文老师歌曲点下去，一直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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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谢谢，很好。那你今天准备什么样的？哎，今天呢，我们刚一开始说了，自己的对手。自己挑，我们先让你看看今天的对手有谁。来，大荧幕请聊。我们到这里是神秘狼，一男一女。今天来的刺客一样有一男一女，男生是小号小王子，另外一位女生呢，音乐世家之女。现在让小号小王子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我用生命搏兄弟的志气。我用自由抹青春的污泥，有没有？他小号是不是很有力？超有力，对不对？有小号吗？不是，没有啦，我说他很有力气溃烂。那我们来听一下女生的，好不好？女生的来，音乐世家之女，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混世界，爱情啊。好，选我好刺激、哦、请做出选择。我快哭了，我这太恐怖了。选男生还是选女生？请做出选择。我是男生，等你是男生，我是女生，猜拳。如果他赢的话，男生出来；我赢的话，女生出来。好，剪。等一下给你定位，我就给你定位。好，剪刀石。男生要出来，马上来欢迎。小号小王子许明浩出场。哇，帅哥！哇，哎呦，单身女子小心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许明浩。哦，他会吹小号，很会吹小号，在哪里？但是在秀小号之前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明浩，请问裤头上的那串钥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的习惯，这不是阿伯还是阿姐弟用的你？我觉得好亲切，因为我阿公出门都是这个样子。请问这是几支？什么几台车的东西？两台，两台哦。还是你的小号爱开锁？免啦，你物件惊的无去，你就放在这哦。你讲安全帽嘛？安全帽规个嘛拢个掉回去。惊锁匙无去啦。是锁匙了。好啦好啦，啊你我你吹小号好啦。哎，吹小号啦，你吹小号啦。对，好来咯哈。主修的 哦对，大学主修哦，是哦，哦 ，OK， 哎，这厉害，可是我们是台语歌唱比节目呢，所以你可以吹一点台语歌吗？吹个台语歌嘛。啊耶！ Yeah. Hey. 来啊，这么喜欢。姐，你口语袂倒呢？哆啦 A 梦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等下，卡通你把甲扣。卡通，可以。哦。
龙。现唱现吹，我唱你吹。不是，美人姐啊，你太为难他了，你的音准。如果是自好唱，他吹还好一点。我音是不准啊，你要照吹啊。你要跟着，跟着。燕儿呀，燕向南飞，请你寄去我心意。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燕有难色，但是你还是要盯住。好。好，为什么这边会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刚刚美人姐那边也有走音，所以他是被我们俩唱一遍，来慢一点哈。燕儿呀，燕向南飞，请你寄随我心意。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很准？对不对？要陪你一下吗？我来讲，你哪个唔对，我无得救你哦。来。什么音他都吹得出来耶，我走音你都抓得出来啊，直接登上卫冕者宝座。哇，果然是小号很厉害。其实说实在话，他多才多艺，他不止小号，他会的乐器来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会哪些乐器，来讲讲听。爵士鼓、钢琴、吉他。哦，你是不是报错名了？我们这只是台语歌唱节目。哎，真的啊。好啦，带来什么歌曲？王世贤的调整。好，三位年轻人精彩可期，我们掌声鼓励，谢谢。